因为在最近呢，其实我看了很多玉林哥的节目。那大家都知道，其实玉林哥他的节目的在网络上面的流量啊，其实都非常的高。然后特别还是有一个这个代班的节目。然后慧芝，你认真一点，拜托一下好不好？虽然说我，喂，虽然说是我拜托你们的，好不好？玉林哥来代班，好不好？重新来过，我们用对话，因为刚自己讲，没有人会看的，我们用对话比较会有人看。好，因为我自己本身还有一点流量。对。你现在是说你流量有高意思吗？对，好了，好，你今天要委托我们干嘛？对，因为玉林哥知道我要换车。不知道换车，你发我们摄影班来干嘛？不是你们就不把话讲完吗？困扰我非常久，你知道你是转台王，对吗？你没有意义。对，但是玉林哥是锁台王嘛，所以我跟他绑在一起，搞不好就会有流量。所以你要上我的节目，对嘛？所以我就来拜托你。流量如果变低怎么办？变低我退出演艺圈，好不好？那你今天是免费的吧？我要付钱吗？不需要，不需要，不用付钱。对，不需要。那你跟玉林哥靠在一起？对，我去他家看车，看车的时候我就顺便把靠起来。靠起来。对，因为你免费。对，好不好？我是真的不会付你一毛钱。拜托，拜托。你要说服他出来出这一集。有，这我已经跟雅雅讲，我已经跟他讲好了。你刚讲好了。对，雅雅知道，真的。好，走，让大家时间快。好，雅雅太好了，你都有拍到吗 ？OK， 好，那我先去玉林哥他家，走。不是我问你。你们前面不是还有一个那个女主持罗拉不是吗？有了，我刚刚已经打电话给她，就已经在那边等你了。这样，你今天是不会发通告费，要付我。我处理，今天这交给我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哎，罗拉，来，帮忙一下，今天帮忙一下。干嘛？通告费有加倍。通告费小事情，你要什么我都给你，真的。对，真的。就这句话。对，玉林哥，我刚刚拍下来，拜托。哎，你先躲起来，好了，赶快，躲一下啊。哎，斌哥，来，嗨，哦，等你好久哦，哎，这个车你坐那么多次了，哎，大概也不用多介绍了，对啊，完全无伤，一句话，300万，合理，可以啦 ，OK 了，你马上卖给张客板，你都赚，喂，我们也没差那一点，好不好？好 ，OK， 那就这样了，300哦，好，一句话，一句话300 ，OK， 好，谢谢，哎，还这么客套干嘛？还要这个，谢谢，还要这么一次，谢谢您一下。干什么？国贤，国贤，你啼笑，国贤，不是，哎，快出来！你就充当国贤哥今天一整天的女朋友好不好？我不要。你算是越来越有智慧了。怎么越来越有智慧？哎呦，你要人家这样躺干嘛啦？你会受不了对不对？我是已经习惯了。我每次跟他录完影都要抽两烟了。开始了，这根是什么？他忍住，不想看东西。国贤，对，我当时跟罗拉玩过这个梗，我老婆离家出走3天。那你们两个怎么会到这个位置在干什么？啊，今天我休假，你又把我扣起来。玉林哥，听我讲，我已经2个月没休息。拜托，你要救我一下。你就是想要蹭我的热度就对了。没错。哎，好 ，OK 了，好了，没有，你来录节目，我也很欢迎啦，对不对 ？No 都来录了，你怎么不能录？对啊。这靠上去哈，哇，我倒霉了我。那我还要帮你实现心愿呢。你不要这样讲，你刚刚已经实现其中一个啊，车子。对，因为我今年就想换车啊，再换个大点的房子。换房这个我不能帮忙了，那没关系，我怎么不能房子卖你300万？对，换房换车，最后一个换女朋友，啊不是，对不起，交女朋友，好啦，国姐，我今天两个问题一起帮你解决了，这样子好了，我想一下啊 ，idea 有了，这么快，漂亮，第一站呢，我先带你去一个地方，你就充当国贤哥今天一整天的女朋友，好不好？我不要，哎，你是没有什么选择。你算是越来越有智慧了，怎么越来越有智慧？你就充当他今天一天的女朋友啊，供他实习啦，好不好？一天，因为今天你们才是充当那个情侣嘛，对啊，他跟我靠在一起很怪呀，对不对？正式宣布你们成为一天啊的男女朋友。来，那就我带你们去，好不好？那个地方绝对让你们感情瞬间增温。好 ，OK， 来，第四位，四位，太好了。
来哈，再走几步。不是玉林哥，干嘛？这个地方很诡异。对啊。你都是一些老旧住宅。这里的三楼。不是，这该不会是带我来这边仙人藤？我拿球棒，记者冲进，记者冲进来，然后我就被弄了。你终于知道我的用心良苦，因为你这一辈子呢，就是新闻绝缘体，所以你需要一点新闻，就从那边进去啊，没有电梯哈，你们两个稍微啊，就忍耐一下，哎，就爬个三楼这样。飞一下，飞一下，好，来来来来，老飞少，老飞少，民族表演。小心啊！面汤挂了来呢。你做活动好威力。看看看！我怎么要这样？不要！为什么我要？这床是你哥找的。来来来来，我们服务非常好，来欢迎你光临。来来，你进来就你不要疑心病啊。这么老色胚。你别安尼惊惊死啦，对不对？你看，多舒服，来，罗大，你先躺。哎呦，你要人家这样躺干嘛啦？这怪腔怪调的，好不好？你会受不了，对不对？我是已经习惯了。啊，你习惯了？对啊，我每次跟他录完影，都会要抽两烟。言归正传啦，这不是开玩笑，人家这也是一个专业的场地啦，这边是有另外一个人会进来啦。对啊，老师。老师，来来来，老师，哦，我刚给他从柜子出来了。哎，你不要开玩笑了，人家专业的老师，老师叫什么名字？叫什么？叫 Erica。跟他们解释一下，我们这里到底是在干嘛？是干嘛？这是采耳店。采耳店。采耳店。啊，采耳店。来，我叫采耳店。中国俗称采耳，可是我们台湾俗称掏耳。那我先请教一下，为什么掏耳朵会有这个微波炉是干嘛？让客人最后呢舒服放松。把它放进微波炉，让客人舒服放松。啊，我知道了。你正经一点啊，你什么微波？掏耳朵就有耳屎啊，把耳屎微波一下，哎，吃起来有爆米花的感觉，是这个意思嘛，对不对？哎，等一下。干嘛？好多口水。啊，你没有看到这一道彩虹？热敷毛巾，热敷眼收放松。啊，你是放毛巾的哦。放毛巾的。哦，好，那我们进行采耳的工作。这样子好了，郭显，你要好好的学。老师现在拿罗拉来当，这叫做耳膜啦。重点是你要学，因为你不是说你交女朋友都被打枪吗？对啊，一定是你的这个恋爱的过程当中有很多 NG 的行为。你什么座？狮子座，大男人。你要哈贴心、窝心、暖心，学会掏耳朵，在家里面帮老婆、帮女朋友掏耳朵，那是一件多么贴心细心的一件事情。对呀，我们开始来展示，好不好？掏耳神技的来。会痛就不用开店了。对，那里有舒麻感。舒麻。我们这个店是有福包的。好，它创造一种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我们那个医学术语有一种叫做耳内高潮。那我受得了。好了解啊。好，来 ，Let's go。我们要开始喽。你开始就开始啊。哎，你开始了没有？怎么有？哇塞！这根是什么？他忍住。啊，这根到底是干嘛？就是那个音叉。你是用音叉去震动这个毛是吗？对，用音叉震动这个毛。哦，真的。它随着这样子，这样会让我有一种酥麻感。哇塞！啊，就是。哎，他敲自己。对啊，敲自己。好傻啊，敲自己的膝盖。对啊，敲自己膝盖。他刚脚还抬起来。不要动。哎，关键不要再乱动了。老师，为什么你一直挖边边？边边有什么东西啊？因为主要是清它的外耳廓的清洁。对对对。那外耳廓会长会长青苔啊。我起鸡皮疙瘩了。外耳廓会长青苔。来哦，这个是。好，不要动，这千万不要开玩笑了。好专业这个。所以现在老师这个算是耳内的清洁吗？清洁那个耳道的耳屎。你这样看它是有耳屎的吗？是没有，是没有，是有点点一微微的屑屑而已。哦，屑屑，饼干屑。它的道啊是干净的。嗯，老师哥，你刚掏完，那你现在拿这个是什么？就是有东西在我耳朵旋转。对，就是耳做的耳毛棒，主要是那个清它最深处的细小屑屑。OK。然后一方面可以刺激它的耳道，那我们刚才所谓讲的颅内高潮。刺激耳道可以
造成颅内高潮。人家专业，你不要这么大惊小怪，好不好？表示那像你这样一个这个拆耳的疗程多久？大概30到35分钟左右。他可以透露一下这样收费大概要多少？500元，台币500元，好便宜哦。请教一下哦，那个医学节目啊，都强烈不建议拿那个棉花棒哦，转转转，然后在那边掏掏掏啊，为什么？一方面会把旧有耳屎越转越里面，反而没有转出来，会越转越里面，一直往里面塞，那会怎样？长期下来啊，它会形成耳结石。耳结石？哎，我只听过尿道结石，我只听过肾结石，耳也会结石哦。对，不需要开刀也是。要去耳鼻喉科。对，经过开药先软化个3-4天之后再回去复诊，然后把它取出来。哇，这么高干。医生是还要吸出来，对。有的人是跳出来，还以为自己有色粒子，耳朵来了色粒子。其实是耳结石，要跟大家交代一下哦、喔。这样的掏耳行为呢，千万不要自己在家里面做啊，因为 Erica 人家是受过专业训练的。好啦，非常谢谢 Erica， 对不对？好啦，国贤，你看我帮你安排的第一站是不是物超所值？真的是有什么你知道吗？突当扇的，哎，突当扇有两下子的，哦，两下。接下来呢，我要带你去体验啊第二个行程，绝对也是非常实用有帮助的。好啦，那你公主抱帮她出门好了啦，哎，好，走路就到了啊，来来来来来，好，赶快走，赶快走，赶快走。老师，那就剩下我了，那我们两个，哎呀，来吧。撤来了，三班。哎呦喂呀！怎么样？这叫做浪漫。带我们来约会。嗯。家长在旁边，那个这个会约起来不是很怪吗？我要保护他的清白，对不对？怎么样？他就是我的资产。你还保护我的清廉？他是我阿公。我这几年都要靠他赚钱，好不好？被你这样玷污了，对不对？还得了，对不对？玷污什么？哦，啊，他讲话很尖，你讲话哇，好尖。你是谁？Penny，戴佩妮。我们靠在一起好不好？喂，因为今天要靠是跟我靠，好不好？哎呦，舒服嘞。啊，这个就是王美店，我跟你两位介绍一下，我是来过的。哎，哇，这是什么？棉花糖啊，这个棉花糖，这个茶杯就直接淋上去，然后棉花糖就会融起来，融合在一起。棉花糖，哎，撒出来了，撒出来了，满出来了，来来来，哇哇哇！这个正常是搭配那个豆腐盐一起吃的，那个叫豆腐盐哦，对对对，长得像豆腐，长得像豆腐盐，啊，但是一样是大理石的纹路。好，你看一下你吃啊，冰上苹果茶，还有红茶牛奶。这样好了，我们先从这个舒芙蕾，因为舒芙蕾不赶快吃会塌掉。他们这里有一个规矩，在吃之前一定要高喊舒服舒服舒芙蕾，上，对不对？你怎么啦？舒服舒服，哎，那个鞋子怎么又不见了？我看看，我看看，我看看呐、啊。他那木头底的哟。哎，来，先从舒服的开始。哦哦哦，跟我们的脸。舒服，舒服，舒服嘞！不好意思啊，那有两个没水准的人来。舒服，舒服，舒服嘞！外面的舒芙蕾有时候容易做成太软太烂，嗯，然后他都不会带梅亚来吃甜点哦，是感情升温的最好的方式了。来，现在来体验这一块戚风蛋糕花岗岩豆腐岩啊！小两口不要再吵架了，嗯哼。哦哦哦！哎，那个流出来的是什么？茶酱。嗯。哪个少女？来吧。少女心，我觉得他是蛋糕厉害点是在。那你讲蛋糕为什么表情这么阴险？我发现鞋子。因为我在想形容词。OK OK。然后呢，这个，
他们说，抹茶牛奶。看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来，来喝一口看看。你好恐怖啊！干嘛啦？怎么好恐怖？对啊，我先慢看啊。对对对。来，罗拉，这里这里。我当时跟罗拉玩过这个梗。我老婆离家出走三天，谢谢。我们就以茶代酒了，好不好？云哥说真的，今天多亏了你，这样子让我跟罗拉如此近距离，还可以靠在一起。待会我们要去的地方是我自己的梦想，好不好？对对对对，那你从一二三跳啊，一、二、三，哎呦喂！哎，我姐，哎，在干嘛？这就是我多年来的愿望，刘一心，起泡泡。哎，马国贤，你这样很失礼，你知道吗？你第一次约女生来，就跟人家说要泡汤，要泡澡。我跟你讲，罗拉，我们走。啊！基本上这些布都是水啊，我也不晓得啊，就跳完就变这样啦、啊。不要脸！他干嘛把我讲这么难听？对啊，他不能祝福我们两个。对呀、啊，怎么这样呢？我贴个屁祝福啊！你是这个女朋友给我吗？我这边你们俩换好了嘞。因为我们两个比较付费啦。什么叫你们两个比较付费？讲的什么话？让一让。我跟你讲，还好。我不行。啊！啊！你刚说很多钱啊嘞！我跟你讲，我每一次的约会，我都做好万全的准备。你啥人屌啊？你屌啥？你屌啥？我本来以为那一次就属于我跟罗拉的，没想到你们搞成这样子。哇哦！国贤弟，今天算让你得偿夙愿啊！对，你算是啊，今天泡这一汤哦，明日死去你也都如愿以偿吗？对呀、啊，但是国贤啊。挑温泉，他就懂得要挑我们北投这个温泉。为什么特别要挑这个？主要是我们带了女伴来啊，这里特别适合女孩。嗯，因为这边是所谓的白头汤泉啊，白头汤泉它跟一般的那个硫磺泉就比较不一样，他们这边又称为美人泡，泡起来比较不会有那个味道。而且据马国贤表示，他这个温泉水哦是可以喝的，你知道吗？来来，你是帮我喝一下。你不是，这不能喝啊！你明明说可以喝的。水准的嘞！不过说真的，今天啊，算是真的满足我这个十年来的一个是很大的一个愿。但是我刚刚突然就想到，因为在我的大愿望当中，它有一个小的愿望。你是俄罗斯娃娃，大心愿里面还有东西，所以你还没小心愿。对对对，哇，那没完没了。最后的一个小心愿，因为你知道，我们录很多种游戏的节目，常常就是有些玩游戏啊，就在水里面啊，对，男女对吃面有没有？啊，我知道你讲的那个就是男生女生，然后共吃一条面，对不对？然后不，然后最短的赢嘛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不小心就会不起来。对对对对对，那啥没更小。你当我们节目是干什么的啊？给你来玩这种的啊？啊？但是我还蛮喜欢的。啊我也想玩。我不想啊。那怎么样？你们两个先示范。我们这边刚好示范你了。对啊。我刚刚示范给你看。好吗？哎。搞什么鬼呀？早上你来我家想买我那个车啊，对对对对，我说你能赢我的话，我就两百五卖给你，认真玩，你不要再给他压头，对对对，好吧，开始，开始。你要赚啊，你要赚，你要赚，你要赚，好，你要赚，你要只能这一节啊，因为刚刚我看到他们的长度，就表示说其实没拉。没这么拉了，我拉，我立哥，哎，准备了，预备，开始。
有亲到就没收比赛哦，讲好的哦。但比赛是比赛存的哦。不是捆啊！我跟你拼了啊！反正那台车我本来就只是打算用200块卖掉。好了，两位都准备好了吗？开始。伯贤，你的福利赶快伯贤！好了，哦，言归正传了，你换车的经验我也帮你完成啊，好，希望一路上的点点滴滴主要能记得。好，我记在心头。就是把妹呢，一定要我讲了三心：窝心、暖心、贴心。对。啊哦，不要以大男人主义，因为狮子座就是有这种坏毛病。对对对。好，凡事呢为人家设身处地的着想啊。来恭维，你起立安坐啦！你这边乱射什么啦？对呀、啊，我偶尔在那边讲感性的话。对。说说今天跟国贤一整天的感觉。国贤怎么样？最后，因为经过一整天了，按照以前那种联谊节目的规则的话，最后一定要做出一个选择。是的，我们等一下倒数3秒钟，由罗拉做出思考以及最终的决定。嗯，准备啦，3、2、1，请选择。好无聊啊！你找，有这么赶吗？不是，你给点机会是会怎样？哈哈，有这么赶要走吗？3、2、1，不可能，对不对？你不是第一个淤青的了。好，现在两位的男分男色，现在显然何宇文占了上风。我希望有人陪我一起滑雪。不要了啦！我不要了啦！我要有人陪我滑雪。滑你啊！